好在这里把问题解决。最好如果说发现问题，你在这里解决好一点。没问题了，我知道好处理，做好我改了好多事，改了好多事啊，反正就做成，做完了就属于看他，就把它改了。这是做完怎么了？这种办法你就别用了，就是吧？没有两百个袋子吧？啊、这里没有两百个袋子啊，之前拿了两百个袋子过来了。二个袋子，老公这里啊，带个气压，你看在你的机器上面呢，把那个气压切上头，因为它轻的，要是响的也不行，轻大的也不行啊，那什么都不行。等你去接到这个气压，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气很重要，那么他的气场，我们看好了，他的那个方向，他的力气，他的气场，那他的气场的话，肯定是，这就是作为主张。他这个分流是好强，引线强的，然后肯定从那里都。我关心这个问题，关心这个问题，我们刚刚在解释。放多点盖子，那速度才快。对对对，没什么样吧？我这里没什么样，把它放多点的话，它就会。